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Nick， 现在是7月12号星期五。今天这部会是非常感人又特别的影片，那各位也看到了，就是标题写的那样。没错，我打算在父亲节当天送我阿公一台 iPad， 那现在只能偷偷来嘛，不能让他知道，让他知道可能会被他打或是被他骂，可能会离家出走。好，那我们就回归正题好了。 OK， 好，那主要会想送阿公 iPad 的原因是因为呢，他平常在家都是用手机去看 Facebook 或 YouTube 影片等等的。那他手机呢是拿 iPhone 13 6.1 寸无影哦， 6.1 寸确实对老人家来讲确实是有点吃力啊。对，那看久了确实眼睛会有一些疲劳等等的、而且加上我阿公有在看股市，他平常看股票都是用电视去看哦，而且电视都没办法很及时的告诉你一些资讯等等的。那我这次送给他 iPad， 搞不好可以帮助他一些东西，这样子搞不好会赚更多钱，说不定。所以我觉得是时候买一台 iPad 给他是最合适的一次了。加上还可以跟阿妈一起用 iPad 追剧等等的，用大屏幕真的是非常的爽，非常的棒。OK， 那现在 iPad 有分4个型号，有无印的 iPad 10、iPad Mini 6、iPad Air M2。还有 iPad Pro M4， 那无印的 iPad 10最便宜，但是规格就落后不少。那 iPad Mini 6嘛，尺寸太小了，我觉得买 Mini 6不如用 iPhone 的 Pro Max 去观看，但是对我觉得对来说没有意义。然后那 iPad Air M2 呢，是我的考虑的之一。那 iPad Pro 太贵了，对阿公阿妈来讲真的是效能过剩呀。那 iPad Air 老实讲，其实也是有点效能过剩的啦。对，那我原本看的是 iPad 10，但是呢，因为我大学生嘛，所以用教育价购买，现在暑假买还有送 Apple Pencil Pro， 所以呢，当然就是选了 iPad Air M2 啦。那我这次选的容量呢是 128GB 最小容量。对，那它的原价是19900，那教育价优惠就是折1700块，18200，然后加上还有送4390的 Apple Pencil Pro 呀，而且那支笔在教育价买的话是4000块，所以我现在买了 iPad Air， 它等于送我那支笔，所以我那支笔是不用钱的，没几年，所以我那支笔可能会打算可能卖掉之类的吧。对，但我原本是要买两台 iPad 10，就是阿嬷阿公一人一台，但是呢我觉得想一想阿嬷的手机使用频率没有阿公来的高，所以我想说那就买一台给他们一起用。 OK， 我刚才真的太闹了，那我现在已经在 Apple 官网了，已经下订单了，那今天订明天就可以去 Apple 拿货了。那这一次也是我第一次，人生中第一次哦，自己在 Apple 官网下订单呢，就是完全没有人陪我去取货的状况下，但是我明天会约我朋友，对，因为我还是会怕怕的，对。但是以前呢，就是都是阿公阿嬷陪我去买手机、电脑、平板的一些，但是现在竟然有那个能力了，所以我就可以好好的孝敬一下，对。那我觉得一台 iPad 真的不算什么，因为我现在还是试家里用家里的，所以我觉得花了18000真的没有什么哎，真的是小钱啊，真的。好啦，但是还是很贵，我那时候刷卡下去还是稍微有点心痛啊。那我们就期待明天去取货吧。耶，终于拿到全新的 iPad Air M2 11寸，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。你要11条吗？给你11条。我吗？对啊。哇，撕得很阿莎利哦。我直接撕掉啊，这不用管。打开。哇。我这次买蓝色的，它的蓝色有点接近 iPhone 13 Pro 的天空蓝，很接近。然后说明书。传统 Design by Apple California， 然后还有豆腐头20瓦的，还有一个编织线 Type C 的，撕起来，然后再重新帮他那个拆开，对，蓝色的，太近了，然后
也可以帮他下载他的 LINE。不灵不灵的。我回来啦。OK， 今天呢，我是背这个包包去，原本是要背后背包，但是背后背包出门，我觉得阿妈他们会起怀疑，所以呢，我还是背了这个。然后，去取货之前，我其实有放我自己的 iPad Pro 的盒子，其实是可以放进去的，所以我就也不用太担心。OK， 我现在把它拿出来。欸，我今天真的蛮开心的，因为它那个 Apple 的纸袋是可以放在这个里面的，就折一折就可以放了。但是这个包包就变得超重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我 iPad Air， 然后就是 Apple Pencil Pro， 有对焦到吗？这个，然后 iPad Air 主角对焦，这个，灯的蓝色的。然后还有再买一个它这个保护壳，我这个保护壳也是跟颜色买的非常的接近。对，那因为我有贴保护贴的关系，所以它有送一个擦拭布，我是在小豪帮我贴的，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那边贴哦，那边服务真的蛮好的。再来就是Apple 的纸袋，我真的把它折一折放进去，刚刚好哎，真的。那 iPad 的部分呢，我已经就是进到主画面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交给阿公。对，但是这部影片是父亲节礼物嘛，但是我已经有点奋不，就我已经有点很开心、很兴奋，想要赶快拿给阿公，看他的表情是多么的兴奋。但我觉得应该要被骂，因为我花了非常多钱。对。那我可能等一下或是明天早上拿给阿公吧。 OK， 我已经全部把东西放进去了，那我们就整袋给阿公。那为什么会想要这么早的原因，除了是想要看阿公的表情以外，也想要让他赶快做使用的部分，因为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从来没有自己花钱买东西给家人，所以这个影片真的对我来说真的是蛮重要的，而且这是 iPad Air， 我觉得阿公应该会用到，就是拿来看股票的部分，那还有跟阿妈一起看影片、追剧等等的。好，虽然我的影片开头我感觉啦，因为我有看我的素材，感觉是蛮臭屁的，但是我心里真的是蛮开心，然后又蛮，我不知道怎么讲哎，就是莫名的感动。对，因为阿公真的是，不止阿公啦，阿公阿嬷真的是培养我很多年，然后想要买什么他基本上都会买给我这样子，所以我想说我刚好有在打工的部分，所以我就把一些钱拿去买阿公的父亲节礼物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份礼物不管是不是父亲节送好像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感觉我真的越来越期待阿公收到的表情了，所以对，你们懂的。大家早安，没错，就是隔天来送的。那我等一下会准备我的这台相机当主画面，那手机的部分呢，就是侧录。对，那刚刚礼物呢已经拿出来了，对，在这里。对，那我等一下呢会先下去擦桌子，因为桌子有点乱，然后有点脏脏的，所以我应该会先把它擦完。然后再上来准备一下相机之类的，那手机的部分呢，等一下就会拿下去放在那边侧录。对，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好紧张哦 ，Oh my god， 太紧张了啦！
就先喷再擦、啊。好了啦，你自己弄啦，擦好这里呀、啊。我不要吃了。我昨天去买这个，我昨天去买这个，这个，还知道送给阿公的没？那个呢？看股票用的啊。那看。你自己看没？你打开来看没？快点啊，认真啊！认真啊，小怪嘛，认真啊！对，怎么样？我买了、啊，我买了。你还买错？送给你啊。不用了。啊，父亲节礼物没？提早送啊！嗯，快点啊，打开来，我已经打开来看过有没有问题了。为啥没啥？介绍，就昨天跟你去买的、啊。我知道，你打开就知道啦。从哪打开？你先打开主机啊，这是它的配件。嗯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主机啦，这个，看到哦，有没有？你在这边打开好了，这边比较干净，我先帮你整理好了。对啊，那个，有没有？很高档。高档有没有？啊，打开啊！我已经打开看过了，是没有问题。它那边不是有拉的？好像有点破掉，昨天没有拉好，有点破掉。哇哦，撕开来没？哪是？后面啊，从背面撕。对对对对对对哦。然后直接拿出来就好了。哦，有没有？哎，你看有没有问题没？然后开机没？嗯，开机。开机就是在上面啦、啊，在镜头的上面。不是不是，这是音量键这边，这个。有开机，开机了，开机。然后我还要帮你买保护套。对，然后充电线在这里。充电线，这里，那怎么样？买那台多少？我用教育价买啊。教育价多少？18200，然后有送那支笔。送什么？啊？送什么？送笔啊。笔在里面啊。笔在这里啊。这个吗？就看股票用的没？有 Apple， 还有就是它的那个保护壳。好了，没有用处。嗨，我是 Siri。我来网速嘛，找密码跟手机一样。那没有看到其他的。
没有啊，我还没帮你设定啊，我等一下帮你用没。哪里没有显示？有啊。哦，就是看看更多的，按下再滑回来是这边，然后选其他的。然后刚刚为什么会进到那边？是按这个更多雅虎资讯，因为它这个股票是雅虎的。哎，我昨天买超特别的，就是人家是大学生买，对不对？然后都有家长陪，是爸爸妈妈陪，然后我是自己的去。看更多，然后因为他有送一支笔，然后原本是说想要把它卖掉，但是我觉得阿曼就要卖嘛。哦，这支笔跟我那支笔 是不一样，是他们两个是没办法共用的。对，他就是为了新的 iPad 做设计的，然后他有一些功能是我那支笔没有的。还没有，还没有看到股票吗？看到股票？有没有股票？电视的前部的股票，股市这边可以选。给我阿姨啊，因为阿姨比较有在用网络上的股票啊，电视就要等啊，电视不是要等他跳，那你就不用给他跳，就直接看你多个分页，然后这间是哪一间，就这样看股票啊，对啊，股市啊，这样滑，每个股市都有。对啊，这个比较快，就是他可以看很多个分页，这边放音乐的，这边放另外一家，然后你要看另外一家，你直接按，按电视还要等。然后你如果就是，假如今天你要送给阿姨，然后你要在旁边标注的话，你可以用那支笔，然后截图给她，然后旁边。爸爸节那送爸爸。那提早送啊！哎，原本是要等到8月8号送，但是呢，我在这边订，要寄来家里，要等到7月底。但是等到7月底那边哈，会被你们发现，所以我就没有在那边再寄来家里，我就直接去现场取。啊，现场取的话，前天是那个。教育价送笔的第一天，然后我是第一天的晚上订，然后昨天去拿，所以我还是前面的，对，我还蛮挺前面去拿。然后这支笔，你看还没拆，这样，你说重点是这个颜色，你知道是谁选的吗？这个颜色是哥哥选的，我们上次有去订，然后他帮我选这颜色，这颜色蓝的。bling bling 的，啊，原本这边是可以刻字嘛，但是刻字一样要等到7月底，不管是现场取货还是寄来家里都要那个都要等。但是等到那边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要去拍片，所以怕会赶不来，所以就先买。啊，我觉得那刻字好像没有什么所谓，就是刻小小，而且以后如果要卖的话是卖不掉的。可以喜欢吧？啊，大家可以设他那个。指纹辨识，它的指纹在这，它不像手机是脸部辨识。脸部辨识的话就只有 Pro 才有啊，我那台就有。但是因为阿公他的，哦，其实原本是要买10000出头那台给阿公那个 iPad 10，但是那个规格就真的是落后不少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iPad Air， 因为这个已经是效能过剩了，然后加上我大学生还有送这支笔，所以现在买起来真的蛮划算便宜，所以我就挑了这台。酷吧，过来新的，新的，还有麦壳啊，壳在这里啊，壳，哎，这个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品牌，我的打工熊喜欢，蓝色的，不灵不灵的，有啊，这已经用了，股票啊，用股票赚更多的钱。